就是没有做之前也没有想过自己可以做那个凉凉器啊，因为自己比较男人吧，所有的动作啊、讲话的方式啊，突然间收到这个剧本呢，就是说要完全好像一个女生一样，那就只能一直硬装了。而且在拍之前呢，也多看了一些BL 的戏啊，还有一些比较旧的《春光乍泄》啊那些，去补补那个课。但是自己都想做一点。当然希望可以接受不一样的挑战，因为其实在 TVB 我演的怪仔就多一点，只是其实非常希望可以多演一些反派啊，或者是硬朗啊。哦，对，这次来一个凉凉枪的，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所以非常开心的演的时候，而且是刚头几天还是不习惯，可是后来就越来越拿手了。